昨暗要遮风，足剧毒的，甚至甲江道生压去要动手术，要甲处理掉呢。啊？真实的哦？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就人咧讲的歹死恶死啊！像拄讲江道生要跋落楼的时阵哦，迄个孙伯较拄啊经过遐啦，做江道生的肉店，互江道生躲过一劫。你拄只讲啥？孙伯海啊，妈，你嘛捌伊啊？就是迄个孙伯海哦，互江道生做肉店啦。你讲拄话无拄好，互江道生得着迄个人，迄竟然是咱熟识。孙伯海，外公啊，昨我看伊的清查哦。你看起来嘛，敢那唔是过了足好呢？爱这个人吼，就是外口水水，内底笨手鬼啦。其实嘛，无遐严重啦。我是看到伊个鞋啊吼，吼，看一空做大空，还搁在穿啦。我是在想讲，伊应该是去国外发展了，唔是足好的。啊，无转来，奈去住遐尼啊偏僻的所在，吼。爸面是咧国外活袂落去，才锁转来。搁惊计少，都无肥计喘，无钱搁计大办啦。伊吼，细汉都高兴搁搞怪啦，对人完全拢无真心啦。少年袂晓想，食老就唔食样啦。妈，迄孙伯海闹跑的代志已经足久啊呢。我若不是昨昏搁拄着伊，我早就甲这人放袂记得啊。啊！现在怎么讲到伊安尼气喘喘，袂输敢那昨发生的代志同款啦。啊，我是听到你讲起这个代志吼，我就想起当年我跟恁爸吼，因为伊闹跑气甲抡一阵啊，才规巴都火啦。啊，你嘛知影老人吼，见讲就讲过去，现讲就现袂记啦。啊，讲到过去吼，记了较明啦。孙伯海真正是讲人难搞呢。孙女啊，哎，long time no see 呢。啥是你的孙女啊？自从你犯着性侵的禁忌，吼吼出去，到今嘛，咱就缠无到水无流啊！我今日无看时出门，才所以去拄着你。以后大家在路会拄着，嘛当作无识识啦。对，哎，孙太妈，妈妈，哎，孙伯海当年唔是家己闹跑的。你来讲是叫我爸好出去啊？哎呀，哎呦，真害啦！我看到孙伯海哦，只是伤过生气，竟然无说你踮在平面头前讲闹到去，啊，这些是要安怎解释？你讲，伊有犯着禁忌，啊是啥物禁忌啊？这啥物意思啊？真正想袂到丽萍会去受到北海的煽动，竟然去犯着禁忌，盗用黑册。啊，不过伊嘛是因为心肝善良，才去犯着错误。以后好好甲牵教就好啊，我相信伊袂行歪去。黑册这个物件真邪，阮主家世代拢以小心甲伊守护着，是因为伊的乱天数，黑白颠倒，拢无好买。我惊丽萍以后会受到天谴。受到天谴？阿婆啊，阿丽萍阿婆真正做什么歹代志，哪去受到天谴？你安尼动用黑册，等于是去卡着歹命啊！以后伊的命运改变黑册，得牵你做伙。文主家，干那是看风水，看到尾。我家己干那存一个查某囝，伊即摆伫遮动用迄个物件，这个效果比阮主家绝后阁严重几百倍呢。遐尼严重哦？啊你，你哪会把遐尼邪的物件毁掉，阁留伫厝内？就是无阿多毁掉，阁爱提防有心人摕去学袂用，才一定小心甲伊藏咧。怪我想过大意啊！我想要看清丽萍的才能，
我逐摆小可甲伊讲一点仔，伊家己一定想出全套，真正是巧巧了，买着老酒翁。哎，我看明明丽萍有天赋，你煞歹甲本事传互伊，那安尼敢有法度补救？实际上，应该是无法度。我即马敢会当尽我全力，想办法甲天谴降到上低。我应该来边头壳内边有关张安的代志，也阁无找记忆，甚至的天赋，全部拢封印。弄个封印啊！安尼丽萍都未受着伤害啊，是？我嘛不怕啊！我即马敢会当向神明祈求，会当赦免。请鬼神右手帮伊说。你讲咩啊？伊那人唔捌代志，不提车不醉，你莫怪阮丽萍，唔通讲最后伊，伊真正唔是挑故意的，拜托，拜托。大海，准备。爸，歹势啦，我唔知安怎吼，困过头，无起来传早顿。不要紧啦，啊！你的身体敢有倒位无爽快哈？哦，我唔是因为无爽快才困过头的啦，我只是胸胸吼感觉足忝的，一直醒袂过来。啊，不过即摆已经无代志啊。啊，你讲好在北海，好，伊家己先走起啊吼。你讲啥？你讲北海安怎？啊，阮就讲好要去斗官市啊。伊讲伊要摆摊啊，变魔术，佮叫我做伊助手呢。一定是看我困过头啊，不甲我等，家己先走去啊。是安尼哦。摆摊啊，变魔术要创啥？当然是要赚钱啊。即马时间还佫早嘞，伊应该袂开始。即马赶去吼，伊家佫来。哎爸，我先来啊哈。丽萍，不准去。是安那袂使去啊？我只是想要甲伊斗三工，伊会当吼减贪我钱啊！阿姨，佫会变魔术我看呢。以后迄个人哦，甲咱当拢无替代啊啦。爸，爸个哦，已经伫咧咱家斗三工半年啊呢，大家拢足好斗阵的啊。啊，伊是安那反起反倒，即马佫爱甲伊赶走。伊偷摕物件啦。嗯？是啦，伊偷摕我金啊。想袂到一双手卡卡，原来是做千柳啊！咱好心甲同情伊，留伊伫厝内。好佳哉哦，伊干那偷摕我一寡金啊，都恁爸掠着啊！若是继续留伊伫咧遮吼，唔多规个厝拢会搬了了啊！我唔相信，北海吼唔是迄款人。伊就是迄款人，是真实的啦，丽萍啊！迄个人不是好人啦，甲伊做朋友哦，你颠倒去害着啦。我本地吼，嘛差一只相信伊，结果伊讲的话吼，拢是爱咱同情伊，该可怜啦。伊的目的吼，就是要偷摕钱尔啦。真正是人心地来啦，看清楚吼，就真切心啦。想袂到，孙爸爱真正是这种人哦。王辉还佮替伊讲话，爸。该赶走之前吼，应该先甲我讲。我若是知影，我一定甲拍。有啥物好拍的啦？伊款人吼，你离伊愈远愈好啦。我叫丽萍，啊，咱真正完全袂记昨暗一定条乌车的代志啊。天台，这个代志，敢你知我知，绝对袂当讲出去，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，知影无？无唔对，你嘛知影恁爸上看重的，就是品行甲道德。伊偷摕物件，佫死袂认错，就是犯着恁爸上大的禁忌。恁爸发现了后，有好好甲修理，后来伊无讲一句就做伊走，这就是伊不守家上好的证明，无资格留落来缀恁爸受刑。哎，猪牛啊，啊你安尼讲就唔对安尼啊，啊你也唔知头唔知尾啊，就讲我唔对。好家在当初吼，恁当坚持吼，无要收我做徒弟啊！我若对着这位师傅啊，只是人扣讲。你看啦，伊到今嘛，佫唔承认家己的错误。
早就知影你的本性这么歹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替你讲话。我何姓昌把你留下来，嘛要造成遐尼侪灾厄。我做一点仔唔对代志尔，无听我解释，一脚落阿站出去啦，你知无？赢叫搁要赢的话啦，哼，什么叫做风水大师朱姓昌？我看是风神大师地教父啦。你是好阿伯，你做过什么代志？该心内知知咧。我无想要踮遮无采我的嘴烂啦。既然你嘛这么讨厌阮，安尼上好，以后请你莫搁出现伫阮的面头前。个人行个人的路，莫拢有交叉嘛。有啦，我听有啦。本来吼、哦、要跟你加个赖，转账好方便，即摆变啦，再见。哦，唔是，永远不要再见。哼，熊妈，啊，当年孙北海伊到底是偷摕什么物件，我爸才生气，啊，嘛让你扣分到即摆。无啦，遐尼久的代志吼，我早就袂记的啦。啊，重点不是偷摕什么物件，是迄种啊信任错的态度。你拄则嘛看到，像这种唔知影反省，佮无情无义的人，根本无值得交陪啦。所以以后你嘛莫佮伊有联络啊，不管伊讲甚物，你千万拢爱会记的，袂当相信伊，你知影无？好啦，妈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因为这款无守信用、阁无责任感的人吼，唔是好人。我无拍算要改有来往啦。别生气，安尼就好啦。我问你，你甲我以前迄个淑娘吼，还佫我的小师妹吼，有熟无？啊，你是讲林家迄林老夫人，还佮朱丽萍哦？嗯。那讲因两个哦，较早是甲因讲无甚物熟识啦。哎，妈，怪阮最近的关系哦，啊，算袂歹呢。是讲哦，你上哪无代无志，雄雄去问起因这两个人咧？我是感觉真奇怪啦。我解乌车哦，头下去给恁的时阵哦，这是反背阮师父呢，这是共同卡骨的代志呢。结果阮师妹哦，丽萍哦，干脆拢袂要，无要找我算这条账。你的意思是，因为讲要原谅你哦、喔？嘛无拢无讲啦。我为昨暗吼，甲当就感觉足奇怪呢。阮师妹敢咧拢状况外呢。啊，我知影。我听他讲哦，迄本乌册是伫因家放进去啊，哎，感觉足无面子的啊。啊，若讲出来足见笑，所以哦。就全规矩点点拢卖讲起啊！恁哪有可能啦？迄是对吼一寡吼唔知影内情的人讲的啦。对我吼知影这个内情，我是偷摕乌钱叫恁的人俩，有啥物好隐瞒？迄无一定啊。目的看到想讲哦，他这件代志已经经过遐尼啊久啊啦。迄若不是讲迄地洞哦，去把这本乌钱进出来哦，迄根本就已经经过几啊十年啊，啥物人嘛唔知道本乌钱下落啊？哦，贵夫人啊，啊，你是讲迄个乌车是因为地震给进出来？不是啊。那恁因是真正想要隐瞒这件代志哦？但是我也是感觉无遐尼简单，一定有啥物秘密是我唔知道。哇、哦，这是啥物所在？这尼啊气派呢？哦，贵夫人，这唔那是豪宅哦。这叫做龙穴啦，辈子无当的人哦，都无法度住啦。嗯，三弟啊，嗯、啊你那家伙等一下。啊，你我，你两个有熟识哦？是啦，我甲这位。嗯。彩霞，你叫孙先生称呼一声呢。孙先生，嗯，你敢有咧共相名是？啊？无啦，我哪会晓共算命？我是晓算数啦，我是康德会计师，你知无？迄是怎吼？我拄到伊的时阵哦，看伊哦，面带愁容，心情不准，我就跪破伊跪久啊！伊心存感激，我就甲叫神的啦。是啦，我想到吼，这位先生的开破吼，相通真侪道理啦。啊！当我想要找说多声，想袂到，伊就来咱家啊。
是安尼哦。